continuer de tirer, c'est ça.光这里有一个水，那你就不要理他了。搬到那边去。可以。看不到雪板。跟着他们的轨迹，可以，但是你要跟一下，你要试试看的话可以，可以到那边盯着看啊，应该是非常 OK。够力吗？直冲，完全不用刹，跟着前人的轨迹，没力气哦。太好了 ，Happy。条路比较好吧？对。还是后面。后面的板子才是。
你先上，我再上。你有撞脚胶吗？我发明了一个新招，就是把棒棒放在脚后面，然后棒棒会先动一下，接着再那样，所以我的脚完全不会撞到了。就是这招以后可以用在别的地方，棒棒减速法。我看一下镜头，全干的。救救救！好松哦！終点に近づきましたら
キーの先端を上げてください。降車の際は降車位置で素早く立ち、リフトに動揺を与えないように注意して滑り降りてください。You will get to the final seat. Please raise the safety bar and lift your seat down. 好了，真的要去花园哦。Yeah. 好吧。要推的，要推的，加油推。对啊，我两次我没有超过几，哎，因为太深了啦。我就是想体验一下。我抽到膝盖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哟呼！可以进去又出来试试看，这样，我要再试试看。哇，美丽。进不去，这边都没什么雪。对啊，我分配又不均匀，因为右边都被人家刮走了。哎，这里有很多。我诶，试试看，进去了很多，出来看看。耶诞老人哦。闯进去，觉得姐姐如果来玩这种，她应该哇哇叫吧？会要命哦。然后小朋友应该玩得很高兴。体验松雪感。松，松松的进来了，嘿，惨到了。还好，卡住了。哎呀，卡住了。这边是硬的，丸子欸，在这里。
这边上去是硬的，哦，幸好速度不快。好了，可以了。看它差多进去，这样子触到了。这个痕迹要记得，这种痕迹不可以进去，真危险。这种上面下得来，下面上不去啊，就是这种形状。这种形状。接不上去，它的下面跟上面的雪质是不一样的。哦，接下来要直冲。嗯，还是要直冲。下去以后，右边有个缆车，左边也有个缆车。要走两个缆车的中间，而且要一直直冲。你从这里就尽量不要刹车了，因为你昨天就开始在推。然后眼睛看路，看雪，比较有人走过的雪道。看不到。再踹他几下，踹你，踹踹踹，可以。是鞋子附近就太多鞋，不是。好了，好了。直冲，脚轮流踩，降低阻力，放轻了那一只脚就会松掉阻力了。动不了。
继续走，跟他们一起走，左右脚轮流踩，左右脚轮流踩的时候，没有抬起来的那只脚要尽量维持着朝下，不左不右。万一平衡不好做的话，可以双手横着帮忙平衡，这样这样。不行，脚要抬起来的时候，这只脚要尽量直一点。你这样动一动就会动。你又跑掉，我要去。脚尽量是合在自己身体正下方这样子。踩住的那只脚尽量要是。是你身体的重心中间，身体可以歪没关系。有有有，接近了。滑两公分，可以吗？踩别人的，然后继续刚那个练习，这对重心转换也有帮助。没有，要更过去一点哦，身体要更过去，要更过去。很远，超级远。我就说第一天我们就经过这些事了。是这里最累吗？下面还有。我就说了嘛。啊，你说还要？我。你自己忘光了，那算了，我已经警告过你了。好，谢谢。要推。好，可以再练习。身体歪过去一点。理论上会一直往前跑啊，好，不然你都不要想着前进的事，你原地单脚站，可以吧？就不动啊。对啊，没有，我也不动啊。可是呢，对对对，轮流坐的话会前进，完全不用放放。你要坐原地单脚站的话。那个重心就会是对的了，然后会缓缓的往前滑，你就一直轮流坐原地单脚站就好了，有吗？而且你只要站哦，不用前进哦。算了啦，没关系啊，我就照，我也很难。因为这个跟滑雪的原理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也顺便在练习，还可以控制速度呢。完全不用棒棒，好热哦！我又变快了，我太热。
热。开始啊。我的脚比你并拢了，要来这里趴吗？没关系。不要吗？我是说一休息二录影，要吗？
要不要？我要徒步。就在这里。倒下去吗？是啊。用手机啊？嘿啊。你要拿我的、哦？嘿啊。小心手机不要反过来，我下面都有洞。什么叫下面都有洞？哦。下面插电的洞啊。应该拿那个来插。好了没？好了，我才要给你。好大、哦！你要慢速露营啊？是啊。啊？是啊。一直在下雪。真的是。好了，等我准备好。好，预备，走。休息吗？对啊、哦，快热了，我降温一下。啊。好了，就这样。嘿，我一直湿。对啊。啊，你刚忘到另外了啦。高瑶，糟糕了。高瑶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你不要爬啊。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先不用，你先休息。好湿，好湿。对啊。我先把手缩进去，让它变干，再戴手套。休息啊。我头上有没有关系啊？等一下，我再帮你拍没。先全都靠住，休息。我太热，热到不行。呀，休息。不会，太热，好热、哦。我要坐一下。啊。不过我头这样靠，会不会勾破碰到血？完全没有啊。不过我帮你扫一下镜头好了。血会积在它上面。现在就积在我前面照下了，因为。对啊，都会啊。那怎么办？我只能坐着，我不能躺着。嗯，万一躺着，我帮你把镜头朝下算了。算了，它正上方也是积了一堆啊。你说面罩也不要？面罩也都会积。现在面罩被我一扫就变湿的啦。滑下来一点。太热，哇！你的篝火里面怎么去洗？就不用管它。在这等我等太久，糟糕！你过来，没关系，我把你那个洞子拍掉，也还好，感觉头被打击了。凉一下，我太热了，哦，不行，这我只能滑一次，也没有让你滑两次啊，我要死了，我已经警告过你了，你还是说可惜要来。去了就没了吧？还有还这么累的吗？都这么平啊！一路平到最下面一段缆车，现在滑一二三，现在才滑二到三之间，嗯，还有一到二之间，嗯，就是怎么办？然后你说没吃过的餐厅在哪里？不在这啊。好，那在哪里？在那个贡多拉那边啊。贡多拉跟贝斯各一家。广多拉刚刚溃的山那个，广多拉就是比拉夫旁边那个广多拉。哦，是刚那个、哦。对啊，不是这里啊。是广多拉哦，那不就回去了吗？是啊。所以先花园滑很快，对不对？反正也没差，我就是一路坐着缆车回去休息。好松哦，人家雪板就是喜欢这种。但是 我也觉得还不错啊，就是陡的坡难度降低了。上面没差了，我是在陡浪里面干而已，上面也不用管了，等一下也是下一堆。这个里子里面也有啊，我知道啊。好热哦，我还在热哎。是哦。
我现在属于正常状态。你都不会累啊，我不冷不热。为什么我的板不会动？因为你的比较短了、啊。如果坐着一下，身上真的都……我就说福海道，因为它粉雪，我们手套回去都没有湿成怎么样，都还好哎、欸。是啊。之前去手套的湿都是汗湿，你说这里干到我们也不会流汗，哪会干到不会流汗？是滑的累一定会流汗，但手没有啊，手会汗，手会冒汗啊。还好现在是脖子那边冒汗，快热死了，怎么办？我好痛苦哦，这么累，大家都走了，好了，我走吧，我慢慢走。嗯，那你先啊。我都在见景，我根本是来见景，那板子又长又累。坐真舒服，现在我滑梯这样子屁股也是固定的。没有，我刚就已经滑梯了。我刚没有啊。对啊，那样子脚没休息到。嗯，对，这样更舒服，再休息。再更低。这样。好像就接下来就要撞到了。软路吧？没有，它是软的。哦吼！我觉得问题是这个。对啊，血会跑进去。等一下，戴手罩之前一定要先清一清。其实就这样，短手乱抖就好了。之后的血有这么好吗？好像过年的时候会有一波大的。你小心手套勾到血。好热。还在热。还在热，我背后把它洗掉。好。你先出发。你就看我，你就看半天，我还在很远的地方。还是跟不上你。我看有没有办法拉车，我的动力好像勉强可以前进。看不到板子怎么穿啊？我的鞋板快要看不见了。我加点速度再看拉你，你准备被拉。
要走，但是黑线下面可能会接绿线呢。是哦。对啊。那我先下去还好，就对了。下去就直到底了。真的，快点。哎，毛毛拿哭。好了，要走了。我现在快要往下滑嘞。你抓我，你抓我啦。是我抓这个吗？对啊。等我一下。准备好。会不会我们两个平均起来就是那个了？就是一个加速，一个减速，所以我就完全不用过弯了。好好哦！你为什么都可以前进？因为我重力往下拉。为什么我的都不会动？这边。不是翘起来，是这里加速，加速哦！应该可以吧？这边自己咯，这边朝下啦，这边你滑得下去啊？膝蓋，太粉，太粉。还不错了，这里、啊、还不错了，这里只是接下来不知道往哪边走，脚太酸了。在会动了又会紧张，不动又很烦恼。嘿呀、啊！侧着滑好了啦，侧着滑。我前面往左还是往右嘞？好，我看一下。走右边好了，我们上次走左边，右边有黑线欸。但是绿线也跟着那个黑线欸，绿线就在黑线旁边，不知道什么道理。
いね。Hey, the four left. ここら辺から行かないと。でさ、今コース行ったじゃん。はい、コース滑ってって中入って、うん、で、なるべく、なんか勘で分かる？可以維持住这个 pose。要はコースから入って見たじゃん。笹多いね。あそこの森より滑ってくる。だから、まあ、コースから行って途中から入ってくる。ボイドルしたの？完全用绿线的滑法，完全用绿线的滑法，不用力，然后速度感跟绿线差不多，也不要看膝盖，就是反正它雪就是那么深。好，差不多了。去哪里？直直往下吧，还是怎样？你刚说的是往右，不是缆车的右边吗？应该说岔路往右，但是两哪边都可以滑。就这样滑就好了吧。完全用正常滑法，让雪帮你减速，自然停止就好了。好深，动不了。下面应该是黑吧？有黑有绿都可以。我看一下，就这里，往右斜切就比较绿啦。这里比较深，卡住了吗？好，这里有一个斜切往右的路啊，然后接着又可以往左啊，就是绕大的就可以了。你从这里刚好直直去，直直直直过去。
切个几次差不多啊？横切几次就下去啊？啊？左边直，这边直走啊，可能要冲哦。不过不用冲啊，我们两个速度加起来除以二，刚好用滑的就好了。你先下去啦。哎呀，不用推，不用推，用脚慢慢感觉。右滑。你用冲的啊，我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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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到底怎么办？两个一起冲啊！你可以拉到前面啊！先把我拉到前面，哎，不拉了。你先冲，我再冲，然后我会说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来了来了来了！没关系啊，你这样哪动得了啊？不知道啊，现在动不了，就往上。等一下我要有重力的时候，我就会有了，我要有了，我就要有了，有了。有吗？哪里？好换。你尽量在没有人踩过的路啊，你。因为我让路给你啦。哦，好吧。我这样会卡到你的板。哦。我有右手在帮忙。你刚为什么不早一点帮我？什么早一点？没抓到啊。我是说这个，我是说更开心。不知道啊，没想到嘛。
好了，到底了。有速度，耶、yeah! ！你帮我刹车这样，哎、欸，你竟然加速了，为什么？不用你旁边。我好累哦，妈妈。这次有人拉了吧？在前面也走了好久，累了，我要回家了。你要在下面休息呢，还是一路坐缆车回去？你坐餐厅哦。对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。就休息而已啊。但是我觉得你跟我说是往多少旁边那个，就是那条比较好走，我想我不知道啊，都可以啊，在这里吃也行啊，要不要？要点别的就是。把板子擦、啊。我再一点，再一点。大家都会前进，只有我会前进。哎呀！为什么？跟小朋友一样，为什么？我们上次走左边，所以板子擦在左边那边。为什么？来这条路，来这条路。故意帮你往前拉。要让我前进。哈哈，该不行了吧？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小心！平地了。那他就插在那算了。又回到了 Edge。其实有别家，但是不想走过去。还有。前面那一家应该不知道是不是，或者是去饭店。哦，要吃高级的了。也没有了，我是。开夜车哎，好啊好啊。我不要。好啊好啊。先看这家。啊，这家就在吃过了。点别的、啊。还有车啦，那还有很多吃的，还有车。啊，要走多远？不大。穿鞋鞋走了，该我。不要，好远了、哦。好了。我们可以坐摩毯上去吗？可以啊。就坐摩毯上去就到。到了吗？是这样吗？坐摩毯上去，然后滑过去吗？你觉得你还会再带我来二四五吗？看状况咯。你说要大特价哦？大特价，大特价。很难哦。那摩毯有开吗？有吧，而且还有保暖哦。而且那个入口应该要 B 吧？我觉得那摩毯未必是要给人滑的，如果要回旅馆也是要用到吧。真的要去？真的好耶、欸！这里也有魔塔呢。我们这里下去吗？我真的快饿死了，想走掉。应该下得去吧？脚酸了，脚酸了，再清一次。好热，我不行了。好吃，好吃，我会喝水。啾啾爱爱叫，啾啾爱爱叫。它有在动吗？有吧。滑过去以后没有？有吧。好的。都是粉的。完了。这也是上坡呢。他是要跟我们讲话吗？谁？不是吧？没人跟我们讲话、啊，谁？你看 ，Hello， 他不在 Hello。有吗？谁？我都看起来像小朋友。不过我
不去了。你要跟着我踩啊，你这样比较省力啊。要是上不去的话呢？但是没办法啊。没有啊，你眼花了。我已经快热昏。还是打花。是啊。车上吧。耶，第一次坐摩毯。坐过哎。啊？怎么坐？站着站着。站着就好了。不要走路。冒汗灸。结果预测错误。你跟我说不呼吸，我就想说。但是你看，就选了花园呗。你说什么？对啊，看来是要。我觉得防雾起作用了，我感觉我这里有水波纹，它阻止它变成纹雾，结果是水。
你看后面有没有人坐？没有。第一次坐罗盘。右边下，左边下。小叮当真是好，花不起这钱。真是的。对啊，这不过就是跟电扶梯的一样嘛。电费哦。那可以坐感应室啊，有人来在。踹了我一下，接下来要怎么办？你不走开，我没有办法进去，很可怕吗？不是，我不想往下滑，但是也不知道路口在哪。哎呦喂呀！这边不能滑雪，右边是滑那个专用，还是就脱下来了，走过去了。哎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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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这里，Hello。May I can put your ski in the lock? Yeah. What? Yeah, I can help you. Oh, good. I try to keep it here. Ah, okay. Is it okay? Yeah, sure. I can bring the slipper for you, so you can put in the your ski boot in the locker. Yeah. Yeah.你要放在 locker 还是要插在这？ Is it okay to? Yeah, I can take your ski, so I can. That's okay. Oh, okay. Is it okay? Yeah, sure. You have lunch there? Yeah, they have some lunch. Have air gun, so you can remove all ski over there. 又要换拖鞋了。哦，很好啊！你看这么厚，拍一张。好热啊、哦！好热、啊。你先进去了。哦，他们的枪在那，他说是我们枪。Thank you. 我往你背后。这是 ID。头往边左边偏。你不要擦过破，那个会坏掉。你在窗里。
可以了，应该只有背包跟帽子吧。等会哦，我把它遮住，你赶紧去。你工作干嘛吧，我冲，工作可以冲。好了。那我窝破没有，窝破上没有血吧？你不要动哦，你的这边。就觉得可以喷，然后你说不要。窝破不要从他那边喷啊！好、啊。帽子。就是刚喷的就是帽子。Okay、好，进去。有拖鞋啊，再进去看哪里有拖鞋，再走进去啊。Are you okay? Sorry. Oh, but I'm not problem. Everyone's safe. Okay, thank you. Okay. Can you please return the key? Okay, thank you. 好，我关了。